在我桌上吃东西。坐着，给你合照啊。好久没订早餐了。剩七个，很快的。李杰故意躲在阿嬷后，阿嬷身后。他在搞什么鬼？通常做亏心事的人会这样。做亏心事，我要做亏心事。他一定做了亏心事。哪有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没错。口罩嘞，你们这些人。那让你口罩嘞。是棒棒糖，太亮了。我要骗李耀英了。